这个女人想出风头也不用这样吧？无敌？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你这个杀千刀的，快给我出去！他果然倒大霉了。一个多月的情节就这样定了，他真拿自己当丑角。谁是我带监工的？安茜。那你呢？一个副总就在底下看笑话，全公司的事情都跟你没关系吗？精彩啊！红花还需要绿叶来衬吗？吴总，这都是你的创意吗？我想这是个意外。意外？我看是必然吧。操！我看呢，概念以后的意外会越来越多吧。没出力的人有什么资格机外？没出力，我告诉你，我的精力都放在了概念的未来上。你什么时候有空听听我的上市计划？不用，我有自己的计划。更完美的计划，我知道了。你的计划就是准备把你的秘书培养成为国际模特，啊？陈无敌。救命！我不管你叫什么，你不在办公室做计划，跑这丢什么人？费总，我不想听没用的废话，你马上从这儿给我出去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，出去！费总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听我解释，我是去给你送名片，然后我碰见李总，不小心把他手机给弄坏了。弄坏手机跟你上台现眼有关系吗？但是他联系不到人，所以让我上去替嘛。佳明，佳明。我的小敏敏，佳明，我的小敏敏啊！佳明，我都跟大家解释过了，这不是你的本意嘛！那个丑丫头上次就刺激了我的眼睛，今天我特意换了一副新的博士伦，要看一个美好的作品，谁知道让我看到了这个！我不能呼吸了！哎呦！佳明，这只是个意外，纯属意外。意外？什么叫意外啊？那个丑丫头长得才叫意外呢！我陈佳明的广告预言怎么能有意外呢？我不还！哎呦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你得活着，你还得娇艳的活着，是不是？咱们公司可就全就拜托你了。拜托我？我要拜托费德南。从现在起，不许那个丑丫头她进我的摄影棚半步，不许她接近后台，不许她靠近我两米以内，不许她给我打电话，不许她给我交代工作，不许她提到我，也不许在我面前提到她，还有不许她抱我的玩具。啊，行，听你的，你隔离好不好？把你跟她隔离行不行？她要是不让那个丑女人离我远点，我可就得让柳贝贝离她近点了。你看，佳明这样就显得不仗义了，是不是？佳明，哎呦，佳明，这个广告啊，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，能够得到您的认同，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。啊，刘总，我想跟您解释一下。啊，费总，您不必向我解释了，安茜都跟我说了，没什么嘛，一点小意外，而且还挺逗的。那姑娘很像我老家的嫂子。我就等着看最后的成果了，啊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吧。谢谢您的体谅啊，那您慢走。好，招呼不住啊，刘总，来。
再见啊，刘总。好。累死我了。那就早点回家休息，我今晚还有事儿。我们明天再谈。蛋白一多，眼睛就不舒服，再好玩的事情也无法尽兴。这是博士文清朗舒适月抛型，现在的男孩子啊，比女孩子还秀气。哎呀，我们家无敌呀、啊，只有他爸爸宠了。又说无敌啥坏话呢？啊，没有，我在看电视呢，买东西了。嗯。哟，买东西还赠了个布娃娃呀？谁说赠的？是我专门给吴迪买的，那怎么不挑个漂亮的呀？挑一个这么难看的布娃娃。布娃娃怎么了？吴迪多大了还玩布娃娃？总算找到工作了，应该买胭脂口红啊。我女儿才不需要这些玩意儿呢，就这样真真实实挺好的。说你不能太腼腆，太腼腆，哎呀！哎，那不是那小区吉祥物吗？我逗你啊！哎，无敌啊，刚下班啊，咱出去玩吧。哎哎，别这么傲气，不理人呢、啊、你。走开，别烦我。哎，不是我烦你，是我有一朋友想认识你。我不想认识他，走开。等等，说这话你可别后悔啊，超来。帅吧，我朋友。张强，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？哎呀，护花的又来了。不过你提醒我了，我还没吃饭呢。超，咱们走吧，下次再给你介绍这妞。嗯。他跟你说什么？雅俊，我今天出大丑。都七点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？哎呀，你别在我眼前晃好不好啊？晕得我都要吐了。我保证，这集播完之前他就进家门了。不信你等着。这武打片有什么好看的？动不动就飞来飞去的，也就蒙蒙你们这些爱看热闹的老太太，对我们这些练家子，随便使两招，哼。那些狗屁大侠就没戏可唱喽！哎呀，懒得跟你啰嗦了，我去热菜去了，吴迪也该回来了，不许换台啊！哎，躲，闪，嘿！哎呦，这么大的空档都被撂倒了，真是一帮江湖骗子！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吴迪，你可回来了你！哦，林叔，哎，你小子倒是干得挺巧啊！啊，我这也算是接吴迪下班嘛，用得上你接。哎，吴迪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嗯，我们公司有个广告预演，所以回来晚了。以后回来晚了，记得给家里挂个电话啊，省得你妈妈心里老不踏实的。哦，哎，是我不踏实还是你不踏实啊？哼！不知道刚才是谁呀，像个大公鸡似的走来走去，在屋子里唠叨。吴迪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行了行了，回家做饭去啊。哎，吴迪，你眼睛怎么了？啊，我眼睛是被沙子迷的眼碎揉的。哎，你这额头怎么了？啊？啊，我是不小心在门上撞了一下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坐下，爸爸给你拿药啊。餐热好了，赶快来端。哎，来了，邱阿姨。哎，今天做的是水煮鱼。哎呦，你这个小刺老鼻子就是灵。吴迪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当然要做一个他最爱吃的菜犒劳他了。小心点啊。哎，
谢谢妈妈。那我就跟着沾光喽。什么呀？我就喜欢你过来，多一个人吃饭多热闹呀！来来来，白酒，吃饭吃饭。嗯。哎，来来来。哎呀。来。嗯。吃。这马上头，辣过瘾呐！吴迪，快吃，多吃点，什么烦心事都没了。吴迪，你有烦心事？爸，你别听他瞎说。我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有点累，有点累。你不是在办公室吗？有那么累吗？你懂个什么呀？办公室工作才耗精神呢。哦，来来来，多吃点鱼，补补脑子。哦，好。就是，吴迪干了这些事儿，他老板自己都未必搞得定。我早就说过嘛，谁要是请了我们吴迪啊，那是他们的福气。哎，吴迪，你们单位的人对你怎么样？好不好啊？啊，我中午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？我们单位的人对我可好了，还请我吃中午饭呢。嗯，好，你呀，想办法也请人家吃饭，啊，人家对咱好啊，咱要好回来。这俗话说得好，人敬我一尺，我就敬人一丈，人打我一掌，我要打他十拳。哪有后面那半句了？这后边是我加的，我的意思呢，就让吴迪记住，朋友来了呢，咱们就有好酒。若是豺狼来了，迎接他的就只有猎枪。哎呀，哪有什么豺狼啊！你这真是……哎，吴迪，你告诉爸爸，单位里有没有人欺负你？哎，还真没有。爸，公司里的人都对我很好，绝对没有人欺负我。嗯，没有人欺负就好。吴迪，你从小就是尖子，现在到了单位啊。也应该一样啊！你爸爸我呢，虽然没什么文化，可是咱们家堂堂正正啥也不缺，也把你培养成了个大研究生。所以啊，你要端着点，别让人家使唤你干些低三下四的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林叔，您说的太对了，给，敬您一杯。好。